你想让你洗的舒服不？是不是啊？哟，小鸭子。小鸭鸭，看好多好玩的玩具啊！就是俺那个头发长得太慢了。白天的时候给他理完头发，到现在。过了五六个月得不得洗。嗯。你晚上天冷戴着帽子的时候，我给他理理头发，每年一到五月就好了。他洗了，他的头发不见长。这样。一过完这里，他洗大量的流失，你们及时的跟进，跟进。及时的跟进。又哭了，你又哭了。每次洗澡你都哭。妈给你抱着嘞。妈抱着你，抱着你。哎呦，抱好抱好。给你织的，给你织的。挡住了，胳膊都。不好搓。你看看你身上有多脏。那个水都变黑了，看到没有？给你洗澡，你看。你这待遇太好了。你想喂娃娃，那就躺下去嘛，躺下咱喂娃娃去嘛。坐下去嘛，来，慢慢去，慢慢的，来，拿去，宝宝，拿那个，拿我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坐下，哎呀，要那么抱起来。好漂亮啊！今天洗完澡，咱穿新衣服了，好不好？好可爱啊！你看，多好啊！妈妈、爸爸给买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的腰，哦，我的宝宝的，哎呦，妈妈的宝宝，妈妈腰，为什么每次洗澡你都会哭啊？每次洗澡他就哭。为什么要哭啊？人家不给你穿了，嫌你哭。你每次都哭，每次洗澡都给你洗不好。都没洗好。哎呦。